今年从农历春节初一开始，台东天后宫就有许多活动和民众来互动。今年不同于以往，将首度以直交迎金妈祖，让民众可以好运一整年。今年从农历春节初一开始，台东天后宫就有许多活动与民众互动。农历春节的初一开始到初五，以往我们办的活动是有叫做改运的祭盖，还接受点灯，还有我们会发那个发财金。连续三年拔掐之后，今年首度要来拔金妈祖，让大家好运一整年。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会办这个拔杯，以往我们拔掐，今年我们要拔这个金妈祖三尊，这个金妈祖可以带回去求平安啊，求很多的庇荫啊，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农历新年的一开始有个好兆头，平安度过一整年。记者陈如，台东市报道。